维修老智能焊台 C211。拥有大屏彩显，可两秒快速升温，温度实时补偿，效率更高。拥有休眠与拆装一体支架，可上下角度调节，方便操作。手柄放置自动休眠，延迟烙铁头寿命。焊台支持 T210 和 T115 手柄，兼容性更强。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各档位温度的稳定性。可以看见各档温度稳定不飘温，温度调节范围大，可180到450自由调节，三个通道温度存储，可快捷切换。按 OK 见更多参数设置，支持中英西三种语言。休眠温度可调节90至250。温度校准可调节-70度至70度，可匹配各品牌的烙铁头温差。关闭延时功能，可设置0到60分钟，让你更省电。电脑链接焊台维修助手画面，温度和功率实时显示，可设置温度，且可对焊台固件进行优化升级。